上去，练进上去，你什么样的人，你往那边踢。哎呀，要踢踢。小球，小球，小球。怎么样？要踢踢。对啊，不知道怎么踢。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顺便练兵呗。一定很难理解，为什么不能过半程？对啊，想到背影就冲过去就好了。 Thank you.
对，他们西口觉得裁判他们家人不想讲话了。家人就想说，哎，你们给他的鞋不对就错了，三对就错了。不知道怎么踢，今天是怎么踢？教练是转头过去看一下隔壁的球赛，前面上前面上，他转头过去看现在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爽约的声音。哎、欸，我记忆卡没空间嘞，我要给你录啊，要给你录。好。记忆卡怎么没空间？好，把录好、哦。好，我压力很大。没有空间嘞。你有全三吗？你有传我有带电脑，是今天录完可以把它存起来。抱抱抱抱抱！大家好，谢谢了，谢谢。